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、B、C 三个向量张出的平行六面体体积是 V， 那以这三个向量张成的平行六面体体积等于多少？这个 V 哈，实际上是等于呢 A dot B cross C， 啊取大小。好啊，这个的话我们叫这个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事实上是等于那个2a dot 哈 3b cross 4c 啊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啊，要取大小，这就等于23/6，24倍的哈 a dot b cross c 啊。啊，这是 V 嘛，所以是24倍的 V， 所以答案是24V。